嚟到紅磡呢個新開嘅室內遊樂場，細路一定玩得好開心啦！因為呢度有全場30,000平方尺咁大噶，有城網啪啪啦、沙沙池啦，仲有波波池。唔單止添啊，連大人嚟到都好滿足噶，因為呢度有個無敵海景 view 啊！每个区域都可以睇到海景噶，记得入沙池之前咧要除物喎。玩电动车就要另外收费嘅，不过车款就有劲多俾你拣啦。